是现在在修那个电，所以整条路是黑的，然后我们家也全部都黑的，就是九点之后到明天早上九点，这一切都是黑暗的，对，然后觉得像世界末日，超酷的，你看，超暗的。Oh, you can see in our house through the curtain.They have lights over there.